月十四日，张雅芝分享了一组身穿红裙的照片，并配文：“梦幻的浪漫，情人节快乐。”照片中，张雅芝一袭红色长裙，优雅迷人。由于恰逢情人节，粉丝们纷纷在评论下方分享了张雅芝与先生黄景生的合照，非常甜蜜了。1月29日，张雅芝在微博晒出为老公黄景生庆生的照片，并配文：“简单幸福，信誓一生。”照片中，黄景生恩爱地搭着张雅芝的胳膊，两人一起吹蜡烛度过生辰，两人姿势亲密，眼中满满都是幸福。网友感叹结婚多年感情依旧甜蜜，也纷纷献上祝福，这就是嫁给了爱情的样子。黄哥生日快乐，愿你们永远幸福。默默陪伴了26年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已经63岁的赵雅芝依旧保持着当年白娘子般的状态，不仅容貌和身材没有多大变化，一颦一笑也十分优雅端庄。赵雅芝和老公黄景生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，夫妻俩因戏结缘之后相恋，并步入幸福的婚姻。婚后的夫妻俩恩爱甜蜜，即使如今已度过30多年，但是两人的甜蜜程度却不输热恋情侣。